李新月，香格里拉。你干什么呀？不认识我们吗？你们不是要去香格里拉吗？你怎么知道啊？相识就是缘分啊。走吧，咱们走吧。啊？谁啊？熊哥，一二手准备好了，准备开唱。啊！来来来，你是谁？我怎么会知道他是谁？不是你前任吗？你前任唱？他刚才色眯眯的看着你，还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也很奇怪，他怎么知道我名字？我还想问你呢。停下！停下！停下！哎，您好，怎么了？我们那个轮胎坏了，一个千斤顶不够使啊！你们车上有千斤顶吗？阿培，把我们的千斤顶给他们。豹子，咱车上没千斤顶啊。那我下来看看吧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没事，雨好大。你用我没事，我来看一下。哇，我们也太有缘了吧！找小天哥哥。阿培，你还记得咱们那个 APP 叫什么？王车生活家 APP。对，上面教我们要板砖。246 ，so easy。来，哥们儿，帮我找一下板砖啊！找板砖，快！好大，雨太大了，好巧啊！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去要去的地方。你们要去的地方？那这条路是往香格里拉，你们肯定是去香格里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又是同行了。你看这叫什么？叫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说明我们超有缘分。好了，这样，阿培，你看着点儿，我上去把车往上挪。好，小心点，不安全啊，慢点。你们这办法怎么想的？看你这五大三粗的，也多学一点。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、啊，下雨呢，注意学习啊。我给你看这个，看这个，房车生活家 APP， 房车旅行必备，你也下载一个，以后多学着点。阿培，看着点儿。哎。一二三到，到，小心点儿，到，注意安全，好 ，OK。哎，你们这车是自动挡的吗？对啊 ，C 本能开吗？能开。哎，好啊，这车好。行了，就这样。大家帮忙找一个大石头，把大梁垫上来。找一个大石头，快点，来帮忙。大石头啊！往这搬一下，搬一下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好。哦，我听说前面再开两个小时有一个当地的民俗会，有赛马，我们快去看好不好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去。嗯，去嘛，我们所有人一起玩，肯定会很好玩的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看下这么大雨。看赛马还是看雨啊？啊，我们去嘛！哎，求你了，小天哥哥，我们一块儿去嘛！
阿飞，看着点儿。可以了。好了，汤姆，轮胎搞定了。谢谢，谢谢了，太厉害了。你们也是去香格里拉吗？那我们一起同行吧，好吧，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好，一起走吧，走走走，来，上车上车，小伙子，谢谢你，不用客气，走吧。小天哥哥，一起去赛马会吧。这个创意好啊，我们跟你们一起去。等等，小天哥哥，我们一会儿一块去玩，拜拜。夏夏，上车吧，快。来，拿纸擦一擦。老板，缇娜他们和李新月又碰面了。缇娜的车刚才坏在路上，被李新月他们修好了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跟住目标了吗？跟上了。他们好像约定了要去同一个地方。记住，要小心行事，避开迪娜。这次一定要把画拿回来。好。另外，金小天说是楚鸿飞派他跟着李新月的，就是为了偷到那幅画的。我知道了，做好你的事情。跟上。这个楚鸿飞胆子太大了，竟敢耍我！各位，一会儿我们要去的是云南本地的一个特别有民族特色的集市。夏夏，你在直播里预告一下，这种民族的东西，粉丝一定会喜欢，也能增加我们的关注度。嗯。豹子。你这时候能不能不先谈工作呀？刚才夏夏在雨里给你打半天伞呢，她现在那样可能着凉了，赶紧的吧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淋雨了。你把这个药吃了，以后我会补偿你的。吃了小金牌，我们的金牌小主播就不会感冒了。其实我想要的并不是药，为了你，就算得肺炎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闭嘴。夏夏，你要是嗓子不舒服的话，一会儿我帮你来直播。是啊，你现在可是我们团队的代言人，金牌小主播可不能感冒。谢谢。其实我想听的也不是这一句。金小天儿，你有完没完？要不要来一粒？算了算了算了，不用了，我开玩笑。嗨，这里是夏夏。我在吃了好多药，然后狂喝了两吨热水之后，现在终于可以发出声音了。今天啊，我们特别幸运，这里有一个当地特色的集市，你们看这里特别热闹。然后呢，正好我带你们来看一看啊。这里有一些白族的小哥哥小哥姐姐在跳舞，然后我和新月准备跳。阿培，跳吧。哎呀，你看他们玩的多开心啊。你不进去跳？哎呀，让他们年轻人玩就好了。你不也是年轻人吗？
现在不是了。自从我开了这家公司之后，我很久没有像他们这么开心过。这种压力你不懂。奶奶，奶奶，我回来了。你去玩吧。啊，我想好了，我想陪您去看那个摔跤比赛，他们说特别好看。哎呀，那都是年轻人的场所，奶奶就不去凑这个热闹了。知道你在车里憋坏了，今天呢就撒开了玩吧，玩累了再回来。真的啊？啊，谢谢奶奶。那我去了。OK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哎，这面包啊，这个我觉得好好看，还有别的吗？这个是最好的了。那就这件，我去换上。缇娜没跟他们在一起，随时准备行动。知道了，哥。哇，楚总！啊！哦，厉害了！小天儿 ，PK 一下吧。不会嘛？试试。小天斗鬼很标准。可以啊，你从谁学？你想知道我从哪儿学的？去。去。怎么了，哥？踢的。新买的，好看吗？你怎么突然搞成这个样子了？啊，他们都说我这样挺好看的呀。啊，好看，比你之前穿那什么渔网。真的？那个不好看吗？哦。哎，小天哥哥，你陪我去那边玩吧，那边好好玩。不是不是，那个，我跟他们在这里玩。真的？好，那我们去，啊，那边真的很好玩，你看。那边好多呢，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了。行行，去吧，我也想过一过。去吗？那去呗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走走。这缇娜真像大理的天气一样，早上下雨，中午就出太阳了。咱也看看去。看看项链，还有手链，有喜欢的吗？这是什么呀？香囊，可以驱蚊的，挺漂亮的。这个是藏语，是保佑平安的意思。你真有眼光。好，慢走，姑娘。这个项链多少钱？这200块钱。那送给谁有没有什么讲究？送给心上人的，可以消灾辟邪。你要吧，我给你包起来吧。啊，不用。好好好，给。那谢谢。好，你慢走啊。我觉得不好看，太老了。这件可以穿着直播，不错。是吗？嗯，这我要。哎，这个多少钱？100。哎，我还看上一条白裙子，就那个，是这个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嗯，这两件加起来给我打个折吧。200块钱吧。行，来，我给你包一下。好。哎，我钱包呢？你是不是没带啊？阿培，我们付吧。不是不是，我刚刚在那边买水，我还用啊。那肯定是被人偷了。完了完了完了。屋里面还有证件呢。哎，抓小偷！哎，抓小偷！哎，小偷！抓小偷！哎，抓小偷啊！抓小偷！抓小偷！
为什么偷东西？谁偷东西了？就是你偷的。谁也偷我偷东西？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。钱包砸场子的。谢谢，快快，你拿手机录下来。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，怎么着吧？先生，先生。先生。喂，是110吗？我们在草原的集市，我们的钱包被偷了，然后发生了斗殴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找到了，很快。你们瞎了眼了吗？怎么打我呀？你打谁呢？我也不是故意的。说好，再让我小天。小天，警察来了！快点！发生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是我。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的，他们刚刚偷了我们的一个朋友的钱包，然后还把我们的人打伤了。警察叔叔，我刚录了视频，有证据。对，我们只有全程的视频，您看一下。把他们全带走，走走走了。你们也跟我去趟那个派出所，做下笔录。好。好的好的，走吧，丽娜。他们打了我们。姓名？李光阳。年龄？21。今天抢劫那个是你吧？这个家伙有过前科？再核实一下。好。我明白了。有结果了，小天哥哥，今天幸好你在，不然的话我都要打电话叫律师过来了。幸好他在，到处鸡飞狗跳。哎，你不夸我就算了，干嘛损我？人家剩下的钱包明明已经找回来了，说几句软话就过去了，你非要武力解决，你说这真要打起架来，我们得多危险啊！调查完毕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姓小天，你留一下。哎，为什么？我们是一起的，我们得一起走。那个什么，是不是因为我把人家不小心伤着了？哦，对，我们要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，看看有没有可能是防卫过当。哦，那我配合你们调查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一定赶得上行程的。小天哥哥，哎，不用管他了，快走吧。小天哥哥，我们等你啊。怎么了？行啊，你们办事挺有效率的。这还得多亏你们一起的那个小姑娘，她说事情的经过可以看直播回放。不得不说，你们这直播呀，可比我们调监控要方便多了。哎，对了，冯队有打电话给你们吗？他又跟我说，一定要确保你的行动。他还说其他的没有？他还说他有事儿跟你说，让你尽快联系他。我帮你打吧。啊？老弟，怎么样？金小天。你不打架手就痒痒吗？不是，那普通市民也要见义勇为的嘛，是吧？见义勇为有别的解决方法吗？啊？少动手，多动脑。我不是找个机会想跟你痛快的聊聊天嘛，对吧？行，我知道了，下次不会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我暂时不跟你追究了。嗯，那行，没事了。说正事儿。上次你遇到的央金祖孙，我们已经确认，是美籍华裔富商。这次他们回来呢，除了安葬家属的骨灰外，还有一笔高达5亿的投资计划。这么多钱啊，他们怎么来的？他们夫妇俩早年在美国囤积了大量的土地，自己搞开发，家里资产雄厚，
这一点我们已经确认。央金呢是一个正当的商人，这也没有问题。那辉哥跟他们联系，是不是在经济上有什么往来？根据我们得到的情况呢，辉哥刚刚在富商欧阳集团任职，现在作为代表正频频的接洽央金。也就是说，辉哥只不过是欧阳的一个马仔。这个欧阳来头不小啊。是啊，这个欧阳嘛，神出鬼没，很善于隐蔽自己，不是个好对付的家伙。那他们要跟央金接洽，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至于内情嘛，也许是普通的商务合作，也或者是借助这种合作建立隐蔽的国际分舵。你说具体一点。不是涉毒，就是洗钱，甚至两者都有，你要保持警惕啊。是。从现阶段来说，犯罪集团的轮廓我们基本已经捋清了。黄鼠狼被抓呢，斩断了国际贩毒集团与东南亚经营多年的运输通道。现在他们正在联络残余的犯罪势力，打算打通西北这条道，换个方向入境。那具体的方向是？我们收到的消息，跨境贩毒人派出的接头人是老 M， 近期嘛，他可能会在云南出现，你要严密注意。这个老 M 又是谁啊？目前还没有搜索到好跟他相关的消息，所以呀，你要盯紧那个 Tina， 搞清楚他和胡志辉这边有什么关联，再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。是，好了，工作谈完了。你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没有就滚蛋。哦，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要我送你吗？走，快走。随便替人出头，可容易引火烧身。胡志辉，代号辉哥，他就是20年前那桩特大贩毒案的嫌疑人。刚刚出狱，就出现在了这次的拍卖会现场，应该不是一个偶然。辉哥刚刚在富商欧阳集团任职，不是涉毒，就是洗钱，甚至两者都有。这个欧阳嘛，神出鬼没。很善于隐蔽自己，不是个好对付的家伙。你以为只有你爱钱呢？只不过有些钱呢，你未必有命享用。我保证，我今天所有的事情当没有发生过，我都没有看到，好吗？怪就怪你打了我的当，饶了我吧。下辈子做人小心点。金小天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我现在正式请求你批准我到辉哥那边做卧底。你的理由？现在所有的同事为了查这件案子忙得焦头烂额，就我一个人还跟着人家房车旅行团天天游山玩水，我觉得就是在浪费时间，而且根本就不是我来缉毒大队的真正目的。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是来缉毒的。小天，辉哥行事手段毒辣，我是不能让你冒这个险的，懂吗？是这样子的，冯队，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了，李新月跟贩毒这件案子没什么关系。那我再这么查下去的话，不是在耗时间吗？现在最核心的一条线是辉哥那边，如果我能潜入到他那边去的话，就等于我可以拿到第一手的材料。你在辉哥那儿已经露过面的，是吧？现在你再贸然进入他的老巢，指定会引起他的怀疑，这会危及你的生命。还有啊，你这么做很容易打草惊蛇啊。是这样的，冯队，我也听小马说过，之前周游同志啊，他是为了查案负伤了，所以你才把我调过来，对吧？周游是你一手带出来的，我也是你亲手挑的，你既然可以挑我，你应该可以相信我的能力吧？周游做到的事情，我一样可以做得到。你不要给我意气用事，好不好？你跟周游的任务不同，情
最重要的是，我不希望再看到无谓的流血牺牲。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再这么耗下去，再这么干等下去，简直是我们好被动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管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作为上级，明令禁止你私自行动。还有，你这么做会打乱整个的既定方案，你明白吗？喂，喂，你听清了没有？行，听清楚。行了，你不能离开时间太长，赶快回去。好，保持联系，记住，千万不要给我轻举妄动。要报警？为什么？我先打个电话啊，等一下。哎，小马，马上来趟画廊，有件事需要立即处理，快点啊！怎么样？没事吧？药呢？要被逼疯了！这到底是谁干的？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让我报警啊？我们用心经营了那么多年的声誉，就任由别人这么泼污水吗？王倩，我要吃了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儿如果闹大了，不利于画廊的发展不说，到时候那些记者八卦，天天在画廊门口围堵，你愿意看到这样？我一直觉得你有事情瞒着我，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到底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真的没什么。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能不能不要胡思乱想啊？你说我那么多年努力，我是为什么？不就是希望你跟知翰能过上好日子吗？你说我会傻到我自己亲手去毁掉这一切？可什么样的日子是好日子？就像现在这样吗？会过去的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！夏夏，你确定要坐我的车吗？当然了，我当然跟楚总一块了。而且我们那个锦鲤 CP 他俩的，哎，小天，小天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？哎，我们还说骑自行车去派出所接你，你自己。就我现在去趟局子已经很正常了呗，习惯了是吧？完全不担心啊。以你的智商，我们相信你能逢凶化吉。大哥，洱海骑行给你接风，还不够意思？等你了。上车吧。走吧。洱海骑行开始了，走你。
在骑行。甜心情侣在后面，两人骑一辆车，非常甜蜜。耶、yeah. ，好，到了。二海，我们来了。帽子，丽丽，来啊！合张影吧，师傅，麻烦帮我拍个照吧。不是那个，等一下，我不想跟盛夏站在一起。给他们俩拍点情侣照吧。来，我给你们拍几张。亲密点儿，有没有？是感觉有点土吧？对，相当土。我坐这儿。新月坐在这儿，好，我坐在这儿。我们去那边吧，走吧，走。二海，我们来了，我们走了。喝酒的吗？你又喝那么多，开心。小谦儿，你就是太冷静了。我今儿我看到你几次蠢蠢欲动，是吧？到了。啊。你甭管我，没事没事。你慢点啊。没事。啊，好。油条。油条啊，你试。接好了，
哎，你们俩先上车吧。阿飞，小心点啊。Good morning， 夏天哥哥，我来帮你。夏天哥哥，我帮你嘛。你们出发了？董事长早。谢谢你们，多年没有回到家乡了，在你们几个年轻人的身上，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感觉。董事长，您太客气了。既然大家都是去香格里拉，那我们就一起同行吧，带上家，向美好出发。好。哎 ，Tina。啊，奶奶。奶奶，我想跟小天哥哥一起。Tina，Tina，我们上车吧。Come on。还有没有行李？阿飞，下来吧。怎么样了？快点，加把劲儿！好，好，哎。你好，兄弟。怎么了？嗨，我这破车呀，坏了，发动不着了。怎么样？能帮着拾掇拾掇吗？宇宙塑料人。您这车也是塑料做的吧？这我可规制不了，都添散架了。哎，兄弟，能不能帮忙，让我们搭一场？人太多了，坐不了。哎，不，就我们仨啊，你看都跟我一样瘦，我们挤后排，挤就成啊。香格里拉？对啊。